我刚怀上了第三胎，没什么精力去打理自己的小生意，赚不到钱都怪你。小姐姐，就你怀孕这事，你也怪你老公，你不能怪我。喊你帮我买个白冰的路路通啊，留言都好久了，要那种戴在脖子上能转动的，听说转动起来寓意着财源滚滚发大财，风水要好要白净啊，而且要给我安排条链子带，否则我就让你吃不了兜着走。白冰路路通项链上回咱在玉器大楼好像看过，是多少钱来的？他开价500，完了粉丝预算50。哎呦我的妈，50买翡翠啊，50块还不够买两斤猪肉，怎么买翡翠啊，还要配链子。哎呀，人家赚不到钱都怪咱呢，希望他财源滚滚了，滚起来了。我不去。哎呀，这个太人家路路通寓意四通八达，来到我们这里就乱七八糟，有点犟啊。你倒是给我算点提成啊，人家取个好寓意，好好找，快点找点白冰的一起找，疼死了都。快点看，你看这声音很清脆的，这几块种还挺老，就解药的那一种白冰的，然后冰冰胶胶种水很好的那一种，每一块都很漂亮，而且很干净，把这些裂绕开做出来还是挺大一颗的，还要转得动嘛，然后做大颗一点，把洞打好，然后到时候我们去买一些银项链啊，跟姐配在一起，九二零的项链配在一起，就来路路通转起来，财源滚滚。哎呀妈，找得真累，随便找个料子给他做一个就行了。不要，多少钱？四通八达，发财！发你哥的话，那你听你哥发财的价，8000。哎呀妈呀，老林今天人真好啊！我对你好，你要记在心里，知道不？笑笑笑！老林主要是我粉丝预算找个路路通，你知道预算才多少钱吗？我还要加工，然后还要镶个金，还要配条银链子，预算才50块钱。你8000我做出来，我不得卖他4500？那这里面能做多少个啊？那你算下来一个每个4500，我不得亏钱吗？便宜点，2000嘛。笑什么笑？我让你发财，你让我不发财，这就过分了。你现在先不能发财，我不发财，怎么让你发财？你先让粉丝们发财的，以后找你买货不要说了。便宜你最低多少？6000。3000。一点边角这样，一点边角你就便宜点卖我，这个不要赚我钱了。不要说了，4000了。哎呀，4000再少一些嘛。哎呀，4000给了，哎，给不了，给了，再加200，4200，不要说了。哎呀。好热啊，给点水我喝啊。没钱，我来看一下那个路通来。哇，冰冰悄悄，干干净净。路路通因为戴在手上或者戴在脖子上时，它可以来回转动，所以又被世人称财源滚滚，包含着路路相通、事事顺利的美好含义，又象征着财路畅通，特别受做生意朋友们的欢迎。哎，我也好喜欢啊。